是豆芽，耶！中信兄弟这个周末在天母棒球场举办了一连两天的棒球女孩主题日，中卫爱棒球的姐姐妹妹们在赛前赛后设计了一系列的游戏与活动，培训 Sister， 赶快告诉女孩们这里有什么好玩的。这一次在棒球女孩日，我们就是为了女孩设计的，跟球员有近距离的接触，在今天赛后呢，可以与我们的球员能近距离的击掌，耶，以及拍立得，都是在我们今天为女孩所设计的一个特别的活动。除了赛后与球员近距离接触，在赛前球团还举办了棒球女孩机智问答和火球女孩的小游戏，让这些进场的女粉丝们除了看球之外，多了一层参与感。我觉得很有趣，就是可以吸引女性球迷到现场看球，然后就很多游戏可以玩，觉得很棒。就像是那个火球女孩那个，就可以试试看自己会不会投。除了小游戏，球团还很贴心的设计了棒球女孩日的专属球衣，藏青色外加粉红滚边，霸气融合女孩喜欢的元素。只是帅哥捕手陈家驹好像有点矮幼矮幼哎，还不错啊，只是感觉好奇怪啊，就是在球场上面很阳刚，然后要穿粉红色的球衣在球上面奔跑，就怪怪的。好啦好啦，为了今天的棒球女孩日，就先将就一下。最重要的是打场好球，赢得比赛，让今天的女孩们有个 happy ending。华视新闻黄蔡晴景采访报道。